夏天到了，如何使用外用 A 酸呢？这个特别是 Tretinoin 一代 A 酸跟四代 A 酸这两个药呢，其实是我们皮肤科医生最爱的药，因为它可以缩小毛孔、去粉刺、治疗痘痘，甚至治疗干斑。所以夏天你一定会需要这个药，因为痘痘会长很多嘛。如果当你的皮肤正在脱皮的时候，你的皮肤会比较敏感一点，特别是对光会比较敏感。这个到底会不会引起我的反黑？不会，绝对不会引起你的反黑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角质层就是比较薄，所以你照了太阳之后就是比较容易红，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，你一定要擦防晒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如果你今天刚入坑，才刚刚开始使用这些 A 酸类的产品，你不要每一天使用，你可以一个礼拜用一次，之后呢一个礼拜用两次，觉得没有什么事情，然后你可以每天使用。那如果你今天你用了之后呢，皮肤非常非常的红，超过两三个月，请你回去跟你的皮肤科医生讨论，你是否应该要继续使用这样的药品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种的替代方案，还是可以一样达到缩小毛孔还有角质代谢的功能哦。